一位自称花了一辆路虎钱买号的老板来到直播间取号，取出超级神机狮驼岭，在门派大改的40分钟之前，人修4500，宠修6400，辅助技能强壮神速老版本，然后化圣再加上9层3000啊，七单那都不用看，然后再看坐骑限量祥瑞飞天白泽甜蜜，这就总共是500了，500再加乌皇600，麒麟700，加海豚900啊，加玉指扶羊1000，粉红小驴1100，锦衣有光膀子900，有浪淘沙再加750，水龟180，翻版500，神器112，神器112给4，然后看一下施法特效啊，施法特效没看见，然后再看这把武器，这把武器是个锤子啊，存伤的啊，1084除以3加652，存伤的话是1013.33，双加的话31，再加上一个5乘以一个0.57。有人说狮驼岭为什么乘以0.57？因为按凌波城卖的话可能会更贵，1033。以这把武器啊本身给这个号带来的价值大概应该是一个7.5到8左右啊。16段野兽之力加变身6，项链的话破碎加专注变身，项链啊灵力感觉好低啊，破碎加专注加变身给个3800。腰带的话15段愤怒加变身啊，46000。啊，鞋子的话是56防御，熔炼敏捷非常高，防御非常高。鞋子的话应该能卖上51000。衣服的话15段月亮石，15×12是180，双加的话非常的高啊。衣服的话大概能卖成个45000啊。最近在收号，有想快速脱坑入坑的，可以来问问，说不定就能帮到你，多对比不吃亏。武器算过了，耳饰的话是3伤害，3伤害耳饰的话应该是在8左右吧，8120的应该大概在8加3，8加3是11，耳饰11。11的话6级163的话大概是一个3500左右啊。戒指的话是双1速，伤害爆了4，上牌爆了1，综合爆了5点，戒指的话大概是一个7.2，再加上3 10.2 啊。后排的灵饰的话大概是一个15000，再加上3500啊。这个灵饰的话差不多15000，再加上3500啊，整号完整度非常高，衣服力敏双加极限，武器鞋子敏捷高，腰带的话一般啊，腰带话就常规，帽子满段数 OK， 项链带专注，破碎野兽啊，破血 OK 啊，894减去96，出伤是798，这把武器大概永不磨损加加封印1.95，大概是一个800的话1.8 1.7，破血4500，这灵饰的话700，这零是700，这俩零是700，非常好卖。专注加变身的项链大概得1000，还有3个变身啊，再给1000、2000啊。主技能耐攻带高级毒套，不是带高级毒，高级毒用处不是太大，其实就8技能极限资质啊。这只宝宝吧，6000差不多，6000的话是有点差不多的啊。这只的话一致啊，劲爆啊，这个3攻狮驼岭一直出宝宝好用，100%，然后进阶10也 OK 啊。这只宝宝5000多，这只宝宝资质更好啊，这只宝宝资质真的好啊，法伤直接高了81，这只感觉得到6500以上啊。这只力劈的话也过1了，这只枣红马现在最便宜的话应该是6700吧啊。低级精神集中有用，所以说这只宝宝不算7技能，素质也还可以，这只的话大概也是一个10000的级别。这只龙龟的话法防带法连套当电魂闪啊，不行得带高神55的宝宝啊，它的宝宝也挺细，这只宝宝大概能卖上一个5000吧啊。这只龟速没有净坛是真的不适合你啊，这两只给它一个1000意思一下啊，再加10000，再加11500，再加6000，再加2000，加4500，兄弟们算出来的话是686000，你们觉得多少，差距大不大啊？来直接看购买价格，然后再看仓库里带啥了。8月21号上架，有人还价61，有人还价67，有人还价52，还价615000的，还价615000的直接定金了啊。9月25直接还价615000定金还了啊，62万直接定金还了，55万就有点献丑了。10月1号以后看有没有人出更高的价格，535000，58万，还是没有刚才的62万多。怎么还有干到70多万呢？哦，马上出价格了，兄弟们啊，从55万到62万区间，现在是啊，偶尔能看到70万的，估计是不诚心没定金啊。58，出了个58，马上成交，62万1500，绝杀了，62万1500买的啊，减去62万1000，这个数字好多，不太好算啊，等一下啊。
就这样吧，六十八减去六十二差六，六除以一个六十二，差距价格9.6%，比预估的便宜5%，相当于打了一个95折左右吧。